在这逐步开放的后疫情时代，受疫情管制行动的民众迫不及待想要重新认识这个世界。除了本地旅游，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文创市集也是选择之一。买很多特别的小东西，因为我买东西我喜欢买别人没有的。平时星期一到星期五工作已经很辛苦，来逛市集我就可以买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所以它像是一个心灵上的救赎。觉得它给了很多现代的年轻人有一个地方就是创业，对，然后过后它也可以让更多人就是可以就是去 promote 他想要 promote 的东西，不管是摊主与摊主之间啊，或者是摊主与这些顾客嘛，就觉得蛮感动的吧，就是有这样子的平台或者是这样子的一个地方去让大家找到就是跟你有喜欢同样东西的人这样子。买卖的行为决定了世界的模样，世界的发展也透露出新一代的生活方式。有一个主题，有一个目的性，巴拉巴基巴拉巴目的性就是买卖，但市集的目的性它会超越买卖。其实我们都说市集呢是手作人或者是自己创作者他们自己产生做出来的作品，这个作品的价值呢其实你自己赋予它的一个价值，它还有另一部分的价值是由懂得欣赏它的人带回去过后你要赋予它的一个价值。它可以跟这个逛客或者是他顾客介绍说今天他为什么做这个作品，他的灵感来自哪里，这方面交流同时可以让他的顾客群对他的产品有可以建立一种情感，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交流了。早上好，我是你们今天的外景主持人婉俊。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吉隆坡慈济静思堂的朴实市集，现场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人，非常热闹。走，我们现在去走一圈，看看市集有什么特别的吧。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个面包档有什么特别的。Hello， 早安。我们的 logo 今天有三个口味，面包是纯素的，对不对？都是没有蛋奶的，都是纯素的。所以是用自己发酵的酵母。对，妈妈她是胃有点不舒服，会胀风的话。它吃外面的面包，它会觉得很胀，很胀，对不对？它消化它就觉得很舒服，对，没有负担。Okay. 所以如果你是素食者，或者是你没有办法吃太多面包的这个纯素的面包，非常建议大家尝试一下。哇，这个档口我们看到有非常多很可爱的这一种发夹、发饰，全部都是店主自己手工编织的哦。还有这个非常有吉祥寓意的这个叫大吉大利，对不对？对，全部都是你自己手工编织的， 对吗？都是我自己手工编织的。是什么样的灵感 inspire 到你？因为那时候刚开始开放，所以我是想到每个人都希望有带一些好的东西、好的寓意在身上，所以就开始先做这个柿子跟花生，就是好事发生。然后这个橙就是可以前程似锦，也可以是心想事成。逛了一圈的市集呢，有发掘到很多不一样的宝藏哦，有吃的啦，有用的日常用品，还有一些很特别的手作品。要问你的就是，为什么这个市集会命名为朴实？哦，其实这个朴实市集呢，它其实是大家一起来发想的，其实它是走着一个比较现代年轻人比较喜欢的那一种日式简洁清新风，在这个市集哦，也提倡就是简朴的生活，木跟朴嘛，那个朴的字，那木的意思就是我们的大自然，我们的树木这样子，那个朴的意思呢，就是当你倒转一点哦，它就是变成那个人。对，所以它就变成是，这个市集呢，就变成是一个希望人人都来吃素、爱地球的这样子一个保护环境的一个市集。其实素食本质啦，它其实就是在提倡环保。然后我们这个市集呢，最特别的就是我们没有垃圾桶哦，我们只有厨余桶。
不提供这样子的一次性餐具，这样也达到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无痕跟一个环保的 concept。 我们都会跟会众讲，在这里只留下你的足迹，不要留下任何的垃圾，这样子。地球的永续掌握在我们的手中，也掌握在我们的口中。朴实市集有非常多非常多的美食，走，我们现在一起去觅食吧。Broccoli 腐竹，对，够了吗？对，够了。我刚点了关东煮呢，有萝卜，然后有 broccoli， 还有这个腐竹。哇，它的汤意外的非常清甜呢，不要看它好像淡淡这样子哦，它充满了那个蔬菜的那个甜味在里面。蔬根香出自于这一家人的有机餐厅。王美美的母亲早年因为癌症而改变饮食方式，开始吃有机素食的母亲身体开始好转，她相信有机素食的能量并投入推广。为什么你这十多年来如素的 experience， 你觉得吃素除了对你身体健康有改善以外，还有什么好的一些 benefits 吗？去养这些动物会造成很大的那个 environment 的破坏。对，所以我觉得那个是最快最 effective 的 method， 去做到环保这一块，对，就是吃素。可能我觉得开素食餐厅它更能够，因为它有更大的 space 嘛，就是你可以让更多的人来一起去可能响应素食这样。我们的有几天的 concept 就是我们厨房煮的东西是我们家人煮吃的东西，我们是没有卖关东煮的，可是为了参加这次的那个市集，我读到这事情是说给你们慈青 youth 的开始，我觉得这年轻人是要吃一点好像这些 oden 啊，这些关东煮这样的东西。我们这次做市集特定去定的，不会有放 preservative， 也没有放其他不好的东西在里面。And then 那些 krabu 它本身都很漂亮，天然的蓝色的饭，然后还有很多那些 raw salad， 然后看起来人家都很高兴。年轻人又喜欢 Instagram， 对，喜欢做 story 做 real 嘛，所以他们就会。有时候我们把它放那个花，他们拍照，他们觉得很高兴，很漂亮，很漂亮啊，都会吸引过来咯。And then 我是很高兴是可以参加到一个市集，不只是提倡 vegan 罢了 ，vegetarian， and then 是 zero waste， 我很高兴，因为我觉得年轻人才有那种，好像我十多年比较年轻的时候就很 excited， 你要去改变世界啊，你们相信他们可以做到啊，因为破坏太快了。那个我们的那个天气的变化也太 drastic 了，现在对，温室效应啊 and everything 啊，不能好像，因为我有些朋友有些顾客跟我说，这个是 scientist 的问题，他们去解决，而不是我们去解决。我想为什么要等到别人 ？When you can do it yourself， 有你自己、你的家人，还有你的朋友、你的 community， if you can do something about it， why wait until other people do it？吃了一些主食哦，现在呢，我想要吃一点水果来消化一下哦。我们这里有一个 rojak 的档口 ，Hello， 我可以点一份 rojak 吗？可以，来，有蛋糕包的，很好。摊主吴启伦和另一半蔡慧璇是毕业子青，他们原来是位土木工程师，疫情期间工作还算稳定。却选择转换跑道，投入素食饮食界。创办这间1013这素食店的时候，其实也是因为是要做第一人情的事情。就你不是餐饮业这块专业的，会不会有一些挑战？超多挑战。从 MCO 的时候，我们没有事情做嘛，然后又 from home， 然后他就会一直煮好吃的东西来研究让我吃，然后我吃到 OK 的时候，我讲这个好吃，这个吃肉的一定吃不出这是素的，慢慢就从那里开始 develop 了这个东西了。整个餐厅的外观 design 是自己包办的，因为读这一行嘛。然后我也了解年轻人要吃东西，他们也不只是吃东西，他们也要看环境，所以整个外观到室内设计全部都比较年轻化。
然后甚至食物也不会是比较那种传统的素食，都会做比较是西式的、okay. 然后 fusion 啊，就是有 burger 有 pizza 有面有饭 pasta 这样子，所以就像迎合年轻人的口味，对不对？对对对对，因为年轻人就是改变世界的那一代，对对，所以这一代如果可以接受素食的话，会代代相传、啊、对，所以就是这个就是我们 target market 啦。采访呢，让我见证到了年轻人的力量哦，而且现在的年轻人呢，也能够越来越接受素食这个文化。茹素呢，其实真的不难，而且呢，对身体非常的健康，还能够去保护动物、爱护动物，以及维护这个地球生态的环境哦。你知道吗？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研究显示，畜牧业是仅次于化学燃料造成温室效应的第二大凶手。根据2019年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的报告指出，全美国所饲养的家畜因为肠道发酵所产生的甲烷气体总排放量高达7142千吨。那就有专家指出啊，如果采取健康的素食生活方式，就能够减少超过2/3在粮食生产上的温室气体排放。预计2050年的时候呢，全球每年还能够再减少5-8万人因为肥胖所导致的相关疾病的死亡率。好，那我现在要接着去逛市集了。那刚刚所吃的这个肉酱，剩下的这些酱汁呢，我要先倒入厨余桶。鼓励大家都自己随身带环保袋啊。那如果真的有需要呢，你买很多东西的话，就可以来这里拿。嗯。对对对对，就是尽量零包装啊。Okay. 我还发掘到一个宝藏摊位，就是这个 Papago， 它这里呢有售卖的呢，不仅仅是这种折叠式的容器啊，还有各种各样的餐具以及香皂。它的特色就是全部都是无塑料包装的，更特别的就是呢，他们还有一个容器的租借摊位在这里。然后凯文可以问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个容器租借的服务呢？因为主要这一次慈济主办的是一个很多美食的市集，所以我们就打算说，哎，我们就提供一个租借服务，让大家不需要说，如果你忘记带你的餐盒的话，你就可以在这里跟我们租借，而不是说买一个新的，因为我们家里已经有很多塑料盒子了，对，所以如果你再买的话，就可能造成一个浪费。对，因为多余的消费其实就是等于说是一种浪费了。那其实因为我们平时日常生活很多的用品都是可以说是一次性使用就必须要丢掉，就好像牙刷，我们每3个月可能就要换一次牙刷了，对吗？那在这种细节上，我们可以怎么样去避免制造垃圾呢？对对对，就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很多的梳洗用品啊，都是用塑料做成的，而这个塑料呢，它是不能被降解的，它只会变成 microplastic， 这些 microplastic 之后会流进海里面，然后被很多被鱼吃掉，那我们就吃那个鱼。对，其实它就是会对环境造成一种破坏。对对，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啦。对对，最终会回到我们的身上。Okay. This one for normal to oily hair. Okay. This for dandruff.除了经营零垃圾小店，曾凯文其实是一位物理治疗师。疫情期间，他更当上了网红。这里呢，像是一个 refilling store， 售卖的就是自身清洁用品，还有家居清洁用品。那记得要自带容器来这里盛装自己所需要的分量。你会想要提倡零垃圾这个概念？我第一次去潜水的时候，当我一潜入的时候，我就第一个看见的不是鱼，我就看到的是塑料垃圾袋。当时就是有一个震撼过来给我，我就觉得哎，我应该要做些什么。通常马来西亚打包是这样的，一个塑料袋外加一个手提塑料袋，还有塑料餐具。打包一餐用了2个塑料袋，一天3餐用了6个塑料袋，一个星期下来用了42个塑料袋。MCO 期间的时候就想说，哎，不如我们就分享一些
资讯给大家，关于环保之类的，就开始做一些 Instagram 做一些分享，还有就是我们开始拍 YouTube， 我们去了很多的零垃圾商店去做一个访问，让大家更加懂这个这方面的资料。塑料充斥着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专家指出，东南亚地区已成为塑料污染的热点地区，快速的城市化，塑料产品和包装消费不断增加，而本地废品管理基础设施却没有跟上。在新冠疫情期间，口罩、消毒一瓶子和网购快速包裹使用量增加，促使情况进一步恶化。吃饱喝足之后，我觉得现在我们就应该要来动动手指头做一下运动了。我们现在一起去体验这个比较特别的工作坊。可以利用这种方法，我们的炭，烧炭的炭，就是这个红薯做出来的。老师蔡瑞儿因为家族遗传的皮肤敏感，常年饱受困扰，因有人介绍接触到手工皂，进而接触到天然染料。OK， 老师，我看到这个是非常特别的一种染色的技术，我们可以这样讲吗？一个是红树皮染，然后一个是染染。在早前呐、渔夫呢，他们都要出海捕鱼嘛，他们会比较寒冷哦，所以他们发现呢，这个红树皮染过的液体啊，在浸泡他们的衣服上呢，他们会那个保暖的作用，而且在衣服来讲它会比较耐的。在我们的文明的现代的社会里，我们有的认识和体会到这个天然染的话，其实是对我们是有益无害的。在 Work 杂志一则报道指出，化学物染房用水中用来为衣服定色的染料、盐剂、强碱、重金属和化学物等混合而成的毒汤，似乎有四分之三最终将形成无法饮用的废水。天然的产品中，他们所水流出去 的水源都是环保的。现在呢，我的从头到脚的一切的我都没有自己买了，就是自己做。创意生物设计机构的千沙提到，目前我们被迫在风格和永续性之间取舍，这削弱了大自然所能带给我们的潜力。与自然合作，而非单方取之于自然，我们才能真正创新。而这之间的取舍，必须在我们的习惯中做出改变。我们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 Zero Waste Malaysia 的联合创办人苏怡以及朴实市集的主办方慈青代表敏瑜来到现场跟大家进行小小的交流。我们先请两位跟镜头打声招呼。马来西亚要推广 zero waste 零垃圾的这种概念，其实会不会比较困难一些？在2021年，一个叫 IPSOS 的人做了一个 survey 的报告，76% 的大马人会觉得 COVID-19 是一个很恐怖的东西。Climate change 的课题，其实只有1%的人
他会觉得就是很淡。就其实我们在推广零垃圾的时候，我们其实也是遇到蛮多的挑战，因为大家就会觉得哎，环保生活其实很不方便，但是就是回到来的话，我们还是要想到就是我们的初衷，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做，然后它即使有一点点带来的一些小麻烦，英文有常常讲到就是哎，会不会因为这样子的这样子的 convenient， 然后 who will be the one who bear with the environment the cost， 也就是我们最主要在 Zero Waste Malaysia， 我们是想要就是自己做好榜样，然后到时候可以启发到身边的人。那其实淑仪姐，你有走过我们的市集对不对？你看了我们的市集，你有什么特别的感想吗？其实我吓到，所以刚才我一直问敏瑜，这么轻的这么多年轻人呢，年轻人来办这个活动的话，其实还是我觉得还是一个 bonus point， 要让他们觉得哎，其实环保生活也可以是一个年轻人需要做的东西，这样的话其实这个市集它带来的意义也是很大的。然后肌肉卫生有看到很像淑仪是很年轻的讲师啊，去在做这一方面东西，所以就可以看到哎，其实也有很多人在做，不只是我，就不会觉得那么孤单，然后也觉得很像大家互相鼓励啊，互相支持这样的一个过程。来到这里我感觉很舒服，因为不只是我一个人在 practice Go Green， 很多大家都一起来 practice， 我就觉得哎，集体的力量很好。我是尽量不用那些一次性的那些餐具啊，这个地球上一份子我所能做得到的啦。如果下次还有做这种市集可以做多一点的话，可以呼吁多点民众来参与，让这个社区有一个更祥和的社区，我觉得减少吃肉和制造垃圾这个交易方面可以做得更多一点会更好，我觉得这样马来西亚会有更好的明天。简朴是一生之中食之不完的美言，也是一种生活态度，更是我们朴实市集想要传递给观众们另一种的生活方式。今天一整天下来逛完了朴实市集，让我心得最强烈的就是呢，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衣食住行我们需要的并不多，但是往往因为我们贪方便，然后也因为我们自己的欲望跟贪念，造成了过多的浪费，也导致我们正在危害着孕育我们的地球母亲。当我们把生活回归到简朴，回归到最原始的面貌，你会发觉到生活其实会更精彩。